官会或部的三称。那么观想中见是卢舍那佛、报身佛，很大。两旁是文殊菩萨，这边是观世音菩萨，这边是文殊菩萨。那么大势至菩萨这边是普贤菩萨，那么这是华严三圣，中间那么报身卢舍那佛，在我们头上、头顶上，而一切后面向都是坐席，后面席那个向东，那么放光明。因为什么念华严会上佛菩萨呢？下面有四句偈啊，这个是华严经的这些偈。那么有人就念这四句偈啊，地狱破开，那么亡魂在这都出来。那么所以还念华严经这四句，一切为心造，发菩提心。就能造好啊，成佛呀。那么要是发恶心，就要堕入地狱，一切无心的法界性就是十法界，从佛法界到地狱的法界，一切都是无心。那么这个看那个天台教官明显表解上的有啊。完了，这是金刚拳，大指压着无名指最下面，这三个包的。那么这个食指压在这地方，这样。那么安腰，金刚圈安腰，这个都是，就往下打哦，哦，嘎啦带松，嘎啦带松，嘎啦破地呀，嘎啦带松，嘎啦带松，嘎啦带松。完了，普照经真言就是这样。往下弹，不是往高弹，往下弹，观想因缘性空，那么破地狱。因缘性空，那么你教完了哈，你要往回走，那个本儿不要放在大腿上，手了拿着。那么观因缘性空，哦，干了再走。干了得松，那么叫他说，都亡魂恶鬼都发菩提心啊，自度他，那么成佛道的心，嗯，干了得松，那么这是地狱都破。普照经真言，那么这个时候说往前这么照，观想这个食指尖儿哈出光明，就这么照，照起。那么普通都是念七遍咒就比较好啊。还有呢，那么这七遍怕念不好，就多念一两遍无所谓，宁肯多不要少。那么结缘结真言就是这样，右手掌在上，这样。嗡三德拉德萨，三德拉德萨，三德拉德萨，这样。那么你们大家做给我看，这三个破地狱、普照勤、结缘结这三个手印，你们做给我看。往下，嗡嘎啦带松，嘎啦带松，往下。那么这个也不逼着秒这样，就是拼着什么，嘎啦带松，嘎啦带松。那么观想呢，理呢是因缘性空，一切都因缘所生，那么因缘性空，那么再下观想事相呢，就是他们都发菩提心，普度众生，通正佛道，那么这完了，嘎啦带松，嘎啦因缘性空，因缘性空，同时观想地狱都开了，说地藏菩萨那个手拿的哈，
明珠照破天堂路，金玺震开地狱门，就是第一功夫，第一部功夫是不能成佛，众生度尽方成正觉。那么就这都是破地狱之言的观想的意思，就念唵噶尔德颂，噶尔德颂，噶尔德颂。那么普照紧，那么这个放金光最好，放金光往前照。那么招请这亡魂呢，都来接受这个引示。南无不过地理嘎里达里达达嘎达呀，南无不过地理嘎里达里达达嘎达呀，南无不过地理嘎里达里达达嘎达呀。我这是念三遍，那么到时候这是七遍好，南无不过地理嘎达达达嘎达呀。完，哦，三达拉的时候。唵三德拉德娑诃，唵三德拉德娑诃。那么观想就是也是因缘性空，那么解的缘解呀，也是过去空。唵三德拉德娑诃，三德拉德娑诃，三德拉德娑诃。那么就缘解都解了，那么都是以慈悲相，以慈悲心相向，相对着。那么对待以慈悲心对待，那么南无宝广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观想虚空中有放金光明，那么都是印刷的装订的很庄严的这个经典大方广，那么这是法宝，那么常住十方常法十方僧，这是十方三宝，释迦牟尼佛，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是佛宝，坐在中间，和我们一样背喜向东。完了，大悲观音菩萨在这边，弥勒救苦地藏菩萨在这边，大悲观音菩萨就照这个观音菩萨观想，地藏菩萨也就是照比丘像怎么观呢？观想都放光明。那么弥勒救苦地藏菩萨。那个七迦阿难多尊者站在佛旁边也好，观音菩萨在这边，地藏菩萨在这边，还比佛在这边，七迦阿难多尊者在旁边在站，七迦阿难多尊者。那么释迦牟尼佛是佛，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法，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阿难尊者。都是身，那么完了念三遍，那么观想这个相也都放光明，完了各观想，那么亡魂恶鬼就是开始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利益尊，皈依僧众生尊，再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那么念三遍，念三遍，那么这是皈依的手印。是这样，这个右手的食指，奔着左手的食指，右手的大指压着左手的大指，大体这样，大体这样。那么这是事相的皈依，皈依事相三宝，唵不堪，唵不堪。不拖长一点，唵不堪，唵不堪，堪也是母结尾，唵不堪。完了，再念三遍也可以。那么这是皈依立体三宝，这是五乘人天呐、佛菩萨啊，那么圆觉呀、声闻呐，五乘皈依乘。五乘皈依乘，那么，五乘皈依乘，那么都是立体三宝。那么五乘是相，而这个一乘就是本体性。唵不堪，唵不堪，唵不堪。那么这是这个皈依实相三宝。唵不堪，唵不堪。
这是立地三宝，阿含波罗蜜，阿含波罗蜜，阿含波罗蜜。那么观想他们都在前面跪地皈依的，完了就给他们忏悔。佛子所造诸业，即我是单真知，从今以则生解脱的坚忏悔。那么完了有情所造诸业，完了无分所造诸业，忏悔。那么这时候啊，是招这个罪的咒，招罪的咒。那么观想外面的这个黑烟黑水，那么黑的，那么都是罪业，那么都是被这个我们这两个手啊手那么系住。On sarva baba gyanana yadana father some honza。On sarva baba gyanana yadana father some honza。On sarva baba gyanana yadana father some honza。那么这个鬼呀，就是像的那个罪障啊，罪业就是。啊，观想他们就像一个小黑人一样，都叫我们细守在这个手掌中间。啊，那么这招的是这样，刚才那个催罪就是要这样。你说佛呀，这十个指头做的好多些手印，这开始就催罪。嗯 ，on fasipa sarva baya panna sarva baya gatya sarva sarva。大他的发的什么轰大杀，那么也是这就也是可以观想一元红性空。那么这个再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观想所有的众生，那么这些众生亡魂恶鬼，这么也跟那么一通法缘，也都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梵谛我净誓愿断，梵谛我净断，佛道无上誓愿成，都跟着我们一通法，发这个四弘誓愿。完了，在自性众生身上，就观想他们亡魂恶鬼也都知道，众生是自性所现的。比如说我在这坐着，你们看我是你们心的自性所现的，你们大家坐在这，你们是我自性所现的。那么自性有因缘，那么。我们有佛法的缘，今天就住在大待在大殿，我们研究蒙山。那么有佛法的因缘，当年那么就建筑这个大殿。那么一切都是因缘所发，都是自性所现的。说自性众生誓愿度，那么烦恼也是自性所现的。那么自性这个因缘都是性空的，所以誓愿断。自性法门，我们学就是现在蒙山，这也是自性法门。我们誓愿学，那么自性佛道誓愿成，那么这个是那个发菩提心的这个手印，那么就是十个指头交叉在第一道指纹，而两个中指像柱像顶子。Om Bodhi Citta Dham Dham Om Bodhi Citta D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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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odhi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是四相三宝，这个是理性三宝。完了，这是招罪、催罪。完了，地藏菩萨这个灭定业真言十个字啊。那么我很欢喜念这个咒，就是 Om Om Brahman Dan Soha Om Brahman Dan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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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hman Dan Soha。嗡阿利给说好，嗡阿利给说好，嗡阿利说好。那么地藏菩萨的灭定地业能破地破定业，那么定业不可破，而有灭定业真言，这个意思，定业也可破，发菩提心就破了。那么观想这个黑粒子是蓝色的，这就是黑粒子，那么这是白色的。
那么观想黑粒子是蓝色的，那么这是观音菩萨的灭业障真言。嗡阿里格娑哈，嗡阿里格娑哈，嗡阿里格娑哈，观想就是那个样子，是白色的黑粒子。嗡阿里格娑哈，那么这个。那么大家还要记住哈，这不是这是金刚圈吗？这是金刚圈吗？这个食指压着这个大指的手背儿哈，那么这是金刚掌，完了这是叫金刚符，符就是泰语嘎巴嘎，后一巴的，嘎巴后是就是怎么这个就是绑。绑起来那个绑那个意思，那么这个地藏菩萨这个那个观音菩萨的灭业障这个真言呢，那么就是金刚符前面食指相就是这样，完了大指压着食指这样。大致一样的是那么这是观音菩萨的灭业障真言，那么那个地藏菩萨的灭定业真言呢，就是金刚掌这三指头六指和这交叉的金刚掌，而前面两个字还是这样，那么这个地那个观音菩萨的灭业真言就是这个又改成金刚符，食指大指还是照旧不动。完了，受三昧业界的真言，那么这个又是其他八个指头就是金刚符。中间中指是金，这个两指相接触这个意思。那么这是观想啊，太虚空中啊，十方诸佛的那个给我们的三昧业界呀，那么都开始活动。第一遍，第二遍呢，那么这些三昧业界呀、界体呀，集合在空中，在我们头顶上，都是光明的。那么念第三遍就是下来，那么我们也可以观想台湾岛啊，那么都是虚空中三昧业界，那么这个光明下来，那么这就说是诵是念的时候观想一切众生通受金刚光明三昧宝界，心得清净。深入菩萨，诵那么第一遍十方世界的那个妙善戒法呢，都开始动。诵第二遍呢，就是十方那个妙善的戒法都云集在空中。那么第三遍从空中再下来，下来我们观想台湾岛啊，那么都有十方诸佛下的三昧业界的光明啊。那么所有的亡魂啊、天龙八部什么都能接受这个三昧业界。那么完了就是开宴后，开宴后怎么呢？开宴后那么这么站的 Om 啊，布布迪利嘎达利达嘎达利亚，Om 布布迪利嘎达利达嘎。那么这手这么一摊，就像那个公园那个喷水池那个喷水一样，哦，不不滴滴个滴，啊，哦，那么大家就接着这个水呀，都咽喉都开了。那么还要加持这个食盒，在最初啊。
armed home 啊 ，armed home 啊。我愿是等三宝，慈悲加持，慈水慈母，普世法界众生，喜获饱满，通生极乐，共成菩提。那么阿弥陀佛，我们点香啊，供香啊，那么也是，就是这个香点上的，这个左手的大指是指镊子，这个右手啊。愿知香花普遍时，供养三宝佛法一切，普亲众生同一个愿，这么一起。是这个加持香的不是吗？我们加持这个十盒米水也是这样。安登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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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登巴拉。无愿释放三宝，慈悲加持，慈水慈米，普世法界众生，喜获饱满，通生极乐，共证菩提。那么这三个也可以讲，般若法身，那么解脱。般若是智慧，法身是理，智慧照真理就解脱。那么其后造业就受苦，这是三障。那么般若照这个法身就解脱，那么这哪怎么关系？那么然后就开宴后，开宴后，就是无愿释放三宝，这就是开宴后。完了，这是加持米水哈、啊。开宴后是说这么样 ，Om Bobo Dili Gata Li Da Da Gata Ya，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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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o Dili Gata Li Da Da Gata Ya。那么这坛这么一坛呢、啊、管像好多的清凉水坛在虚空中，那么像公园水池这么一喷呢、啊、那么亡魂恶鬼这个嗓子那么都是润泽而松开能吃饭。那个这个我经过那有那种事情，就是人这个嗓子里长白绒，长出来就像一个豆儿，又怎么长出来？上外面是白的白膜，那么那个医到医生去治，要是不好了，越长越多，不长的就挤一块的，就人就完了。那个就像那个开咽喉真言就需要那个破那个样子，那人有这种病，那不咽喉长着几次了，不动劲儿了，也不动饮食了。那么这是开咽喉 ，Om Bobo Dili Gata Li Da Da Gata Ya，Om Bobo Dili Gata Li Da Da Gata，Om Bobo Dili Gata Li Da Da Gata， 也是七遍啊，或者是这边一遍，这边一遍，这边四方一遍，中间再三遍 ，Om Bobo Dili Gata Li Da Da。那么这时候啊，开咽喉什么的稍稍高举一点啊，那么辨识这样就稍稍低一点，这个饮食低一点，但是不要冲着嘴呀、啊、呼吸冲着呢，那么萨瓦达达嘎达瓦达给你 ，Om Sambala Sambala， 好，那么萨瓦达达嘎达瓦达给 Om Sambala Sambala， 好，那么萨瓦达达嘎达瓦。三巴拉三巴拉好，那么这时候可以多念几遍就比较好。我都是开始观想米饭，蓬莱米米饭，那么再就观想面包
吐司烤好的，那么再观想馒头，各方的人他吃的不同啊，那么观想馒头，银丝卷是面粉做的，完了再观想菜，炒的菜、炸的菜，那么煨的菜、凉拌的菜，都观想菜，然后观想包子啊、饺子啊、蒸饺啊、锅烙啊，那么再观想炒面呢、汤面呢、那么卤面呢，观想面条，那么再观想点心，洋点心呢、豆浆油条啊、八宝饭，完了就观想正月十五的元宵，五月初五的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饼，那过年的年糕，完了这大体到这就可以了。那么再观想这个水果，观想点水果，就可以。那么接着就观想哈，众香国的饭，说是人的闻一味就开悟就正果了。那么我们就观想，我心胞胎去练坐在沙界，我心打开变虚空，那么众香国也在我们心中，